你王叔家那个儿子啊，要跟你相对象，这不来了吗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张展鹏。不是爸，我王叔家的孩子咋还姓张呢？是吗？那人你姓张吗？我本来也姓张啊。这个孩子呀，从小啊是他姥姥带大的，所以为了纪念他姥，姓张了。那什么，你俩聊一会儿啊。聊一会儿啊。坐。哎，展鹏呢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啊，我是教练。教练啊？啥教练呢？大哥，大哥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孩子随他姥姥姓，他吧姓张，他姥姥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他跟我说他是教练，健身教练。哎呀，这个健身教练，你看看他这体格吧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健身的，这小子体格。这健身教练这体格看不出来呀。我是教瑜伽的。瑜伽。对，他在水产上班，教鱼虾的。这个鱼虾呀，不是鱼虾，是瑜伽。瑜伽。那行，那你明白就得了。那你俩聊吧。哎，你是瑜伽教练，我也特别喜欢啊。你做几个动作教教我呗。这几个动作。你不是会吗？啊，你不是会啊？那个，那我就教你一下啊。这个瑜伽呢，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坐姿，哎，啊，坐好了以后呢，这个手就得放在档位上。档位？把位。把位。把位呀、啊，对，瑜伽不得有把位吗？是吧？一位、二位啊，坐姿，把位。脚就得放在离合上，离合，这个脚啊就得灵活呀，灵活，灵活，这个瑜伽身体柔韧性得好。哎，那老师，你柔韧性一定特别好吧？嗨，你下个叉呗，下个叉。下叉吗？下叉。你自个儿说的，是一个初级者，教下叉不好吧？我这下叉，你这个是这样吧？对，太对了。来，目视前方啊！哎呀，悟性太高了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就给我悟出来了。赶紧走，他有事呢，他得赶紧走。我走。谁呀、啊？老高啊，我是老王。呀，我王叔来了。展鹏，你爸来了。你是我爸呀、啊？你王叔是你爸。你好啊，丫头。哎，你俩干啥呢？你看这大鼓好看不？啊。哎，王叔。哎，你儿子也来了。我儿子来了。在哪儿呢？那什么，那啥，你俩先聊一会儿啊。来，我跟他的王叔说两句话。来来来，他王叔，你看那个大鼓，你看，你咋来了呢？不是，孩子的事是大事啊，我过来和你商量商量。现在孩子的事不重要，嗯，重要的是啊，我姑娘不让我学车，结果我把教练呢请到家里来了，结果他早回来了，他要是发现我学车呀，他肯定得给我翻脸呐。所以呀、啊，我说这个教练是你儿子。跟我姑娘相对象来了，你说他是我儿子？对，一会儿啊你就演他的爹，行不行？那不行。完事儿啊，我想办法给你俩支走，之后呢，你儿子和我姑娘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那行。明白没？明白了。来，哎，他明白了。哎、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女儿。爸，我跟我王叔认识，认识，认识好。这个是你爸。
是你儿子张展鹏啊。你咋想的呀？我儿子能姓张吗？你不是姓王吗？对呀、啊、你老伴儿不是姓刘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、你岳父吧也姓刘。对对，你岳母姓张。不是，我岳母现在就得姓张了。所以呢，孩子为了纪念他姥姓张了，明白没？啊，滴水不漏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王叔，你这才刚来走啥呀？不是你有事儿啊？嗯、啊，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咱都多少时间没见？坐一会儿啊。他不让我走。孩子，给你爸喝点水。爸，喝水。啊，不，谢谢儿子。嗯。爸。我咋感觉他俩像不认识似的呢？什么？不认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爸不认识儿子呀？你俩咋不认识咋的？你俩？哎呀，哎呀，啊、儿子，爸呀，哎、呀爸呀，儿子，哎、找死你了，爸！哎呀，别坐，别坐，我俩特别好，我俩认识，嗯。喂，你爸吃点水果。来，爸吃橘子来啊！不是，来爸吃香蕉。来，都是你爱吃。孩子，爸，我糖尿病。哎，展鹏，你爸糖尿病这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爸，你糖尿病我咋不知道呢？刚得的啊，刚得的这个病。啊、对对对，早上尿的糖。哎呀，哎呀，那啥。啊，水果也吃不了啊，咱们唠点别的。哎，那个老王，你老伴儿他孩子他刘姨、哎、是不是身体不大好啊？身体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前两天不说腿折了吗？听谁说的？那么咒我媳妇呢？怎么回事？你不得回去照顾照顾？腿折了吗？完了，回去照顾照顾。折了，折了，那个腿折了，我得去照顾，家里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！走啊，回去吧，孩子，孩子留步，留步走。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刘姨。我刘姨来了，展鹏，你妈来了。不是咋整？不是这咋说谁来的？这咋？在家呢，刘姨。哎，正好。你们这一家三口全齐了啊！我儿子也来了，来了，哪儿呢？这儿呢，来来来，来你咋来了？不是说给咱儿子介绍对象吗？我来看看。我先给你介绍个儿子啊。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啊，老高头呢在家偷摸学车，请了个教练，他姑娘不让，然后给堵到屋里了。他呢就说这个教练是咱儿子来相亲来了，听着没有？那脸盘也不像你，必须得听他的，要不咱儿子那个事儿就得黄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，关键是这小子姓张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你捋一下他为什么姓张啊。首先呢，我姓王，完了，老高，姓张。刘姨来了。那个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你妈呀姓张。我妈不姓。现在得姓张了。这孩子啊为了纪念他姥，所以他也姓张，明白没？明白了。帮我圆过去啊。行。我儿子。这刘姨啊，你腿不折了吗？我腿折了。对呀、啊。不你跟我说的吗？前两天下大雪把腿干折了吗？啊，折了，折了，折了，是前两天摔一下子折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现在走路不方便。啊，是。哎呀，这放这儿上。啊，行，舒服多了。哎，你们仨咋不说话呢？不是。
你妈你爸都来了，你咋不说话呢？爸妈一路奔波累了吧？啊、哦，我们不累。爸，你不觉得这个气氛很尴尬吗？不尴尬啊，这不挺好吗？其乐融融的，你看，对，不尴尬。来，儿子，你的。哎，不是，喝口水来，擦一擦。其乐融融。你看啊，这个孩子呢，刚从外地回来。你们仨赶紧回家团聚去吧！对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呀，这么一说，留不留不用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了。爸，哎，开门呢？开锁。爸，啥也别说啊！大侄儿啊，啥也别问啊！你现在看，这个是不是你爸？是啊。那边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妈？是啊。中间那个是你啊？啊？你哥？我哥？别的啥事回家问你爸妈。来，我先领你认个哥。来，他弟弟来了，叫哥，哥，叫啥呢？亲戚，过去吧。哎，坐那。哎呀，这家一家四口人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俩双胞胎，你看，哎、这俩双胞胎长得像吗？不是哥，你哪来的呀？啊！我哥哪来的呀？你哥从哪来的？你问你爸的。爸，干啥？我哥哪来的呀？不知道，我没参与。问你高叔。高叔，我哥咋来的呀？他跟我。别说了。行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哎，这个孩子，他是你王叔当年捡的。这个孩子当时那个时候，爸，你别编了。他们四个坐这这么尴尬，我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不尴尬。是不是又在家偷摸学车了？我没学。这刹车片还在这儿呢。我早都看出来了，他就是驾校教练。你还串通刘姨、王叔他们一起合计过来骗我，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？